家里闲置了十多年的小院，我和我的两个小伙伴决定将它改造成集休闲娱乐办公为一体的现代庭院。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它的原始面貌。
活呀。还有一个就是保健品端，现在下面现在就是不一样呀，这带不到香气服务了。这两块搬起来太费力，所以就把砖头装在铲车里，运到外面以后，找个不碍事的地方，整齐的堆放一起。放进试一下，干好。皇上买了鸡蛋，先用砂纸包一层，然后刷上一层白漆。等它干了以后，再把白漆刷上。刚好排水管的师傅给我们分配了一个任务。由于屋内地面当时垫得比较高，高出外面一米多，所以要往下挖一米多深，跟外面的地面接触，方便运埋水管后期排出。并往上搓，挖到地前一米，是地主居住的最大深度。结果我们挖到了之前的水泥地，拿来垫肥开凿。行，差不多。量一下。做完这些以后，笔记也差不多干了，先刷上一遍白漆，刷完过个几个小时再刷第二遍，看得出来油漆师傅手法优越，在一顿折腾下，最终看着还是有把刷的。这是第一遍油漆干了的效果，也还凑合，待会再刷一遍看看两遍的效果。与此同时，师傅们也排完了水管，这样水电工作就全齐活了。下一步就是地砖。师傅，我要回去收了回弹神了。墙砖的话，听取了商家的意见，
最终选择了白色，商家也是非常的有效率，当天晚上就送货上门了，那明天就开工。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工人师傅。心啊，没有了，他有我，他有，改成心啊，也是忘了。昨天我们贴完了墙砖，今天开始铺地砖。小院改造第27，上期我们贴完了地砖，因为屋檐下用的是表面凹凸不平的防滑砖，所以残留了水泥在上面，当时水泥还没凝固，无法擦掉，只能等它成块之后得用刮刀剔除。哎，让你监工呢，咋还睡着了？打个水平线给地面做一块硬化，方便之后露台的搭建，先规划好平台位置大小。我们不生产水泥，我们只是水泥的搬运工。我们是板正青年，为板正小院提供结实待遇。小院改造第21期，由于之后要在院子里种上草坪，但目前院内地势过高，
所以今天召唤了个大家伙，将地面下挖个几公分。这波挖不知道，一挖吓一跳，挖开之后里面全是石头。我一看，这可不行啊！没办法，只能和挖井师傅商量一下，最终确定挖个15公分左右，正好之后要种草坪，石头烂塌的土也就不行了。等到时候等那好土再垫起来。忙完这些之后，我们也开始着手挖沟做排水。的天上的水照着你日之间晃呀晃，爱恨不过是一瞬间，红尘里飘摇。取一杯天上的水，照了明月日之间晃呀晃，爱恨重复不见来遍，红尘里飘摇。朝阳醉大风吹，大风吹呀吹吹，吹作那山来雨，那天空那片地，任暴雨送谁放纵唏嘘，当初的你方快是天注定。朝阳醉大风吹，大风吹呀吹吹，刹那中逝去，眼眸泪雨那泪水，就让那往事消失风里，当初的你曾记得我的那个谁。正所谓要想富先修路，那么好，小院改造第23期，今天要给院内铺砖铺路。这块位置就作为以后的休闲娱乐区，到时候整上一个柴火灶，边上飘着雪花，锅里炖着大鹅，叫上3-5好友，再温上一壶热酒，那岂不快哉？由于今天铺的都是户外砖，所以统一采用颜色亮一点的防滑砖，表面凹凸不平的材质可以更